第八题，我哋咧利用啲仪器嚟到计算翻咧呢个波长。咁嗰个做法同正话先前画嘅好相似。咁我哋有个屏幕，然后咧有个相逢，跟住咧有个激光射埋去。咁我哋要仲有一把间尺，嗰把间尺咧主要能够量度到嘅咧就系呢一个相逢与屏幕之间嘅距离。好啦，咁我哋就要根据呢个公式 ，delta y 等于 lambda d over a。好，咁我哋咧将佢移一移项先，就将呢个 lambda 咧变成主项，所以就得到咧呢一条咁样嘅式啦。好，咁其中咧 a 就系逢之间嘅距离，相逢间嘅距离，而 delta y 咧就系条纹间距。而 D 咧就係呢一個屏幕至相逢之間嘅距離。好，咁我哋就量度呢一個咧D 攞把直尺量度 D 同埋量度咧呢一個 delta y。嗱 ，delta y 就唔可以就咁量兩條噶，你可能要數十幾廿條，然後除翻，咁跟住代入公式就能夠咧揾到個波長啦。